浦发信用卡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我为浦发银行信用卡演唱主题曲《梦想起飞》，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。原来是终于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我为浦发银行信用卡演唱的主题曲《梦想起飞》，现在终于跟大家见面啦，耶！那现在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坐好，我们一起起飞吧！呜呜！大家好，我是张亚东。一年就快要过去了，我相信大家都在这一年里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在新年到来之际，我和方文山老师共同创作的浦发银行信用卡主题曲《梦想起飞》就要上线了，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，给大家带来力量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在新的一年里一路向前。大家好，我是方山。对于创作者而言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你所欣赏的词曲作者一起合作一首单曲。这一首《梦想起飞》，我很幸运，然后可以跟张亚东老师一起合作，写下这一首浦发银行信用卡的主题曲《梦想起飞》。这首歌很正能量，而且创作的过程中，应该讲说很开心，因为我喜欢那种不同观点去描述歌词的一个意涵，不要一天到晚只写情情爱爱。可是这首有正能量而且有带有励志成分的《梦想起飞》，我觉得其实让我创作更多了一个视野，多了一个角度，重点是跟亚东老师合作。那希望这首《梦想起飞》可以承载朋友们的一个梦想，拓展你的视野，展开你的翅膀，去享受自己的人生，而且逐梦要踏实。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聆听我跟亚东老师一起创作的这首《梦想起飞》。